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我先走，真的，我有通告，我赖总哥。我们来问你，你会来吧？总哥，你就不能成全我们？真的走了，干嘛先签？手已经牵起，我们是真的有感情的，哎，对。真的是有感情，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一句话。他有惊弓之鸟。心磊接到这个通告，接到这个通告很开心，很开心。哎，有没有想到小钟哥会这个？对啊，邀约你指定他的。对，我是指定他。我是指定，因为我这个还可以这样指定。没有你好像指定很多人。对啊，因为原本有指定那个吴彩珍嘛，有这边有时间吗？二五可以，早上要出外景可以找彩珍或是蓝心磊或是邵泰仁吗？不知道，没有，这是我们通告对的啦，就是蛮可爱的，就是我们喜欢这种的。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你上面前，你愿意嫁给我吗？你们网络节目啊，对，你的节目很夯哎，对对，好辣哦。我在我朋友星辰 online 那肖董嘛，总哥才是妹头吧，这个感觉。妹头妹头啊，你在那里这个，基本上啊，小钟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以为他这个逢场作戏跟你做求婚？如果这个女生是他完全没有 feel， 他就不玩这个梗。宪哥太懂，对，宪哥太懂这种梗了。知我者真的是宪哥啊，比我爸妈还懂我。这种结婚的梗不能乱用。如果他愿意嫁给我，立刻就娶她。哇塞！那么硬啊！当天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天？当天是感觉良好，可是刚才看到那个哇塞，就觉得他很花心。不是，制作单位叫我开名单。我制作单位叫我开名单哎。他刚刚在后台还取名说忠心不二，在骗我。太死了！而且怎么样？我的婚姻都被你们搞烂了。原来你第一不要这样弄啦，真的啦，你第一个是彩珍哎，其他两个也很好。那后来就说，那你有没有其他这个觉得不错的对象？我就哎，我跟他有合作过一档节目，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很温柔，而且她个性真的是，她认识的艺人很少。她说我是她认识第一个艺人，真的吗？其实那时候就是搭档主持，她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男艺人。你本身是新加坡人，对，我是 DJ， 然后我们有听过你打碟，这个我看过两次。新加坡住哪里？住哪？后港。我在 Ocha Road 那边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哦，那边是刚刚是宪哥现在最 top 的一个地区，最繁华、最贵的一个地段。但是它因为它有八层楼嘛，现在没有人住。我等一下拿钥匙给你。你不要讲。新梅，要不要换人？要不要换人？帮我，帮我。对不起，我跟他讲一下话，没你的事。怎么样？宪哥，我跟你讲，还是每次人家喜欢都要被叫起来。你刚刚用篮球，好了，没了，没关系了，没关系，没了，没了。我讲宪哥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男人，我说真的。我不跟你聊天，聊天聊走心了。这一段我会用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机会了，我用我生命的爱去爱，好好去表演。如果说在表演里面能够让对方感动。搞不好他真的喝下忘情水，真的有机会了，我尽量喝的不是孟婆汤，好吧？来带来这个天罗地网。哎呦，哎呦，可爱。Where the goodie down they sir？ 뭐가문제야세상에분위기가겁나싸해요즘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Rip it up, I don't know
起飞三秒多的时间，脚会离地三秒，来。我跟你讲，你们这音乐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说？你这个音乐应该用听哦哦，阿公阿妹猪脚，阿妈阿妈妹猪脚，两个人你在忙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不会，他们没有违和感哦。台客台客，他都跳起来，两个人步伐都错的，但还可以合的。他们两个跳起来那个律动感是合的，两个都很不协调。做之合，对，爱的路上不是互相 match 叫做很好，要互补是最好。老婆很淡定，有没有看到？老公很容易盗汗。倒的很夸张，对对对对，哎呦，你刚刚这段表演，你心里面呢？我觉得他很有安全感啊，就是跟他练舞的时候，他都会说，哎，你要倒下去哦，下一秒你要就是亲到我这样，下一秒你要亲到我，真的有安全感吧？而且你没有听他那一句，吃豆腐吧？家里爸爸妈妈会喜欢这种男生吗？会喜欢，因为他很成熟，就是他，而且他很搞笑。他年纪跟你爸爸妈妈应该差不远，相差不远，真的太成熟，太成熟。这老公年纪大比较多，两个人他会照顾你一辈子嘛，对，是不是？对呀，而且他很搞笑，就私底下的时候一直讲笑话，真的，是是是。好，那已经又到了拆麦的时候，要拆麦，要拆麦，麦先把它拆掉下来哈。小聪哥其实他也到了适婚的年纪，对，一直都到了，他25年前就适婚了。到现在还在试婚，很难得能够有女生啊，能够让她心动。真的，因为她刚真的走心很紧张。人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对对对，心动就要马上心动。没错没错，马上行动。那小钟哥他也身体力行啊，因为他拉链都没有拉起来。对对对，而且已经打开了。我有一次跟他讲，他感情的问题，你不能再用钱来解决感情。你就用心，就交给你了。只有5秒钟的时间，你可以再做决定。到底蓝心蕾对于小钟哥这段感情有没有要接受的意思？我们给他5秒钟的时间来做思考。Yes， 倒数计时 ，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Go。5 4 3 2 1，请做出抉择。来，对大家讲出心里面。没关系，你就把我的 IG 取消关注，我还是会继续关注你。哇，走心，走心，可以啦，真的，我会继续关注你一举一动。好伤心。然后我一样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然后啊，好了，还有这时候手勾起来，会不会他已经是？已经有心爱的另外一半，这个是一个大好意思。他有主，对对。可是我有问他，他说没有。哦，你有说过是吧？没有。可是我刚刚就觉得，初恋是最美好的，所以就觉得想跟信哥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什么？初恋是最美好的。哎，我先走，真的，我有通告，赖总哥，总哥。我不拉你哦，别搞，真的要走。拜拜，你们两个要牵手一起走。拜拜，我们一起啊，直接走好不好？真的要走。哎，钟哥，拜拜。钟哥，小钟哥，我们的婚礼你会来吧？钟哥，钟哥，你先走。
钟哥，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登对吗？啊？你就不能成全我们？真的走了。后面有通道的。被气疯了啦。千哥要唱，我快笑死了。小钟哥还是可以给他机会的。好，对他约吃饭了，或干嘛出来彼此认识，对不对？我们大家不要想的那么肉欲。对啦，请加奈。当然，这个以社交花落而爱鱼，我经常对对对，因为你的外貌，我这样认识你，我因为你外貌喜欢你。对，有一天你会不会老？对不对？你要不要考虑说，有一天你老的时候，我还依旧爱着你？对，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好，加油！谢谢宪哥，我们一起努力。哦，那个十五味寒了，对，十五味寒，请坐，请坐，请坐。